刚转弯的时候，我正好当时窗户是打开的，我听着底下有小孩喊救命，我一伸头我看那个水里面有好多人，然后我就直接把外套一脱，我直接就跳到水里面去。在水里面嘛，这个动作确实很那个很笨重，而且靠我个人能力有可能救不上来。我当时我就告诉他们，我说你们先在上面稳一下，我马上就上去找工具。他给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，这些我都会作为这个教育的素材去教育我的孩子。